刚刚的让你们激动了，对不对？那个苹果 够漂亮了哈、哦。最后再来一个，让你们感动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先不要冲上来，我没有讲条件哈、哦。哎，不要我一拿出来就冲上来了哈、哦。来，来，还不够漂亮，因为这掉了哈、哦。应该是在这里，等一下我补起来。好，漂不漂亮？漂亮哦，想不想要？想，对不对？一样哦，不管大人小孩哦，我的魔术不分大人小孩了哈、哦。因为这种等级的气球，连大人都抢着要。我每次去表演，人家问我说：“啊，你要什么？”我变魔术送送气球。他说：“啊，我们都大人嘞。”我说：“你到时候看看，大人会不会冲上来？这个等级大人也会冲上来了哈、哦。”对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呢，要什么条件上来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胆子够大就好了，胆子够大就好了，不用借我任何东西。有谁要上来？胆子够大就好了、不用举手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不用举手，胆子够大，直接第一个上来的就是他了。来，好，然后他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因为你穿得好漂亮哦，好像公主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雨婷哦。雨婷。啊，不是雨婷吗？我怎么听都是雨婷。雨婷哦，不好意思，雨婷，你几岁？六岁。勇不勇敢？勇敢。哎，对，我们刚刚说了，要勇敢的才能上来哈。那接下来这个魔术为什么要勇敢？因为我不是很熟。接下来这个魔术，那我每一次都希望人家刺激我，刺激我，让我会警惕，警惕我自己要认真变。怎么警惕呢？来，雨婷，你指着我。指着我，然后说：“我要看你变失败。”来，我要看你变失败。叫谁听得懂啊？要讲国语，讲国语来。我要看你变失败。你那个失败为什么自己都会消音呢？再一次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好，讲一次来。我越来越少字了。本来我要看你变，呵呵，我要看你，呵呵，这是我呵呵。啊，接下来再讲一次会不会呵呵就没有讲？试一试啊，来，好了吗？好。我要看你变失败。哦，给他鼓鼓掌哈。谁跟他来的？不好意思。妈。阿妈跟妈妈妈啊，这是外婆。哇、哦，这么大，那谁要代表？好。啊，不用上来，不用上来。不用了，不用上来，你就指着我，哎，因为小孩子不够凶，你指着我，我要看你变失败，这样，哎，我要看你变失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样我就会认真变了，对不对？影评，对不对？退后，好，退后。不是，因为我要把桌子拿近一点，你们看得比较清楚。来，我接下来跟影评嘛，对不对？影评一起变的魔术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呢？它就是一个箱子，然后这里有个刀子，然后手伸过来，俗称叫断手台。等一下就是影评把手伸过来，我切下去，你就不用管其他的事情，交给叔叔就好了。如果我成功了，影评的手不会有事，就拿着他这一盆花这么漂亮拿回家。如果我失败，他的手就会断掉了。影评，你刚才指着我说什么？真的吗？外婆刚才说什么？哦，没有了哦，对，大家都忘记了，对，女孩子是善变的嘛，你看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先试试看，还是要变，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那个老板跟我说这个很安全，你不用怕，我们要先试试看，听说连小黄瓜都切不断，哎，对，那个老板骗我，没关系，影评你会不会怕？会啊、哦！你不用怕我失败，你们不用怕我失败，我只失败过一次，今天是第二次表演，所以我真的很怕。那我们还是换个方式好了哈、哦。哎，对，红萝卜，这代表影评的手，好不好？哎，手伸出来比一下。哎，对，你看真的差不多啊、哦。这是影评的手。这是小黄瓜，我跟你们讲一下构造。等一下，影评的手在上面这个洞切下去，
手不会断，小黄瓜会断，表示刀子有过去。电视都是这样演的，对不对？是。是哈，好。来，为了证明没有机关，我们转这边，好，不要被布挡住啊。不用，我们切萝卜就好了。哎，一样，我们上面、下面是小黄瓜，上面是你的手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一二三，切下去，萝卜不断，就是影评的手不断，小黄瓜断，这个魔术就成功了，对不对？一二，哎呦，坏掉了！一二，哎呦，怎么切啊？我想到了啦，李斌，说明书有说真的人的手才不会断啦。对啦，哎，这一节还可以用，哎，好，李斌，把手伸过来，哎。不要伸这只手，这只手要留着吃饭写字。你要伸这只手，而且对，伸过来，而且这只手你头才能转这边照相比较好看。好，刚刚说勇敢的才上来，来，你平几岁？6岁。勇不勇敢？不是讲勇敢嘛，对不对？勇不勇敢？勇不勇敢？把它伸过来，我跟你一起好了啦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不是啦，就说不是这只手了，这只手。哎，对，我跟你一起。你再放我底下，对。阿慧先切到我的手，你不用怕，对不对？你要过来啊，对，过来，这样。啊，你看我的手在上面，你就不用怕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能看我这边，这样你会乱动，危险。你要看镜头，哎，对。啊，不要看我这边哦。啊，你一直觉得我的手在上面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我的手在上面？啊，就不会怕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就不会怕了。哎，阿妹发现啊，重来一次，不然我们这样好了啦。这样，你这个链子我帮你护着。好，啊，就这样哈、哦。当然不行，没有啦，小黄瓜跑掉了，帮我放好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我不会直接切，我会先跟你讲好条件，我再切哈、哦。来，你小黄瓜先帮我放好，放在底下。对，因为直接不是啦，下面这个洞啊，对，不是，这里小的洞，哎，对，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直接切，我等一下慢慢切的时候，如果你会痛，你就啊，我就不要切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就表示切一半了嘞，怎么办？好，不要，让你切，看前面打针，不要看医生，比较不会痛。好了，我帮你顾着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握你的手吗？因为乱动会危险。然后医生说10分钟还接得回来。哎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倒数999，999啊，太久了。好，3、2、1，小黄瓜断了，隐秘的手没事。也会笑了，也恢复正常了，这样才叫勇敢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怕，然后就去做，就不勇敢了。会怕了还要做，才叫勇敢，对不对？我们谢谢影评。啊，吓死了哈！好，我们魔术表演到这边。